那今天不对，我们要玩什么？贵宾，莎哈的修改将减少一个五十。购买物品后立即刷新商店。其实胸有一个优惠券。完了，贵宾，我们要用什么武器啊？利爪，其实利爪好打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。没有，主要是伤害不够。你伤害不够，你打木乃伊就是难打。午餐吃什么？午餐吃什么？午餐吃鸡总环，猪肠粉。头部受伤我们拿嘛，因为增加伤害，虽然说一点点范围。这边我先拿个利爪，优惠券，再拿多一个利爪，这边一个利爪，我们先收起来。Let's go。不给刷新就爆头的贵宾是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，有没有带着那个利爪进去？就问你，你给不给刷新？你要我帮你刷新，还是你帮我刷新？这里我们再拿一点收获吧，我就 OK。其实利爪是属于精准类耶，我们再拿多一个利爪，我们再拿多一个利爪。其实棋子可以先拿，前期可以拿。后期的话，可能我们要转，就是找那一个生命截取。那我们这边再拿一点攻速嘛，对不对？攻速可以增加我们的伤害。我们这边再拿一点收获吧，然后我们把旗子拿下来，加范围加攻击速度，然后减二生命截取。这边我觉得我们再拿一点树木，这边我们可以拿咖啡，加十的攻速，减二的那个减二的伤害。其实攻速很香，尤其是打利爪，利爪也会吃攻速。每把武器都会吃攻速就好了。那我们这边先拿一点暴率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我们先拿咖啡，这边我们再拿树木，这边我们再拿多一个利爪，这边还有一把利爪，这边还有一把利爪，然后爪子是我们其实可以拿，因为它加暴力加近距离伤害，然后减一最大生命值。在想利爪，如果攻速200的话，到底打起来的感觉是怎样？好奇心有点重，可是要弄到200攻速有点难，除非你是拿到那一个你有多少长臂就增加多少的攻速的那一个，那其实是有点难。加多点伤害，拿一点铠甲没关系。这边我们先拿爪子术嘛，对不对？这边一个利爪，其实刺猬可以说。这边还有一个利爪，我想想，我们先拿眼镜。咖啡其实也可以锁，然后这边我们先合成拿到一个利爪。然后感谢芝芝的追随哟！啊哒哒哒哒哒，差不多。
哦，拿一点范围打起来就舒服多，是真的。哟，送温暖的男人，我收到了。没问题，这边背包我们肯定拿嘛，紧张时收加15点材料。这边我们再加4近距离伤害，这边我们先拿一个咖啡压压惊，因为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再拿一个刺猬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外星神士，我们先拿，因为加2最大生命值，加5伤害，加5敌人嘛。这边有一个优惠卷，我们可以拿精神异常，我们可以说，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，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暴雨，所以我们拿精神异常。然后我们有翅膀，翅膀是增加攻速，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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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增加速度，增加范围，然后会减少你的属性伤害。其实加点速度是好事，所以我会愿意拿。呀，我在第7波啊，完蛋了，我忘记了。别生，OK，没事。没事，这边我们先拿一点运气，然后拿个翅膀，这边一个利爪。我觉得我们不用拿太多精神异常，因为它扣的那个伤害其实扣的蛮多的。再拿多一个利爪，这边我们先拿金属探测器，因为金属探测器是你捡起那个才给5%的几率翻倍，不是翻倍，虽然说会扣除你一点的那个伤害，但我觉得。有值啦，有值啦！翻倍，翻倍！嘴飘了，嘴飘了！No！通常第八波就是只要能活着就好了，对，不用想那么多。你看他们敲我一下，我就敲不到嘎了，一下，你看一下，然后我还一直去敲他们，这还是重点。士兵铠甲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，因为我们的攻速，我们的速度还算蛮多的，所以可以拿一个。洋葱我们就不要了。这里其实我们拿多一点的伤害呗，这边我们可以刷一次血，拿多一点近距离伤害。然后这边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拿，我们先拿回收装置好不好？我们再拿神士，我们再拿咖啡，加多一点攻速。狂怒其实挺香的，目前来说的话，要吗？我就可以拿。仪式我们可以拿，仪式是增加伤害、增加生命、截取仅供持续。啊，安娜贝泽，啊，安娜 CK，他水有没有说到安安的？然后狂怒是你打死敌人之后呢，他有几率会爆炸，然后爆炸是刺你的近距离伤害，很香，尤其是打这一种。你看，爆一下，对面不见了。这宛如就是什么，你的拳击有那个冲击波，这样啪一下，然后敌人全部不见了。但他们打我也很痛，打一下神敌是什么东西？这边坐垫、副垫，为什么我会说是坐垫、副垫？我不太需要。墨镜其实可以拿，我们简易副甲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那一个，拿到更多的暴率。我觉得我们可以。这里我们再拿更多的近距离伤害吗？Yes。然后我们再拿利爪，
仪式拿起来，孔雀就不要了。其实蝴蝶我们可以拿，这边又有利爪，好多利爪。OK， 这边我们先拿蝴蝶，这边又多一个利爪。这边我们可以拿刺猬，刺猬有增加我们伤害。这边又有利爪爪，这边眼罩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个，因为它加暴力加回避，然后减一点那个范围，其实我觉得可以。然后再拿多一个优惠券嘛，优惠券可以减少我们那个减少我们的那个道具的价格。然后近战记忆我们先锁，要它加六近距离伤害减三范围伤害。嘴镖，嘴镖。哦，对哦，第十波不会出现 boss。为什么我还不要把那个孔雀拿起来呢？我忘记了，安安拉星。我还有时间看聊天室。完了，画面黑白了。OK， 没问题。什么新闻？燃烧炮塔，我们先卖掉，然后我们先拿多一点的伤害。这边我们拿多一点护甲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然后近战记忆，我们拿嘛。利爪爪先拿，再摆一个利爪，我们也先拿。这里其实减寒的速度，减魔速度还行。我反而对爪之术、利爪术反而会有一点兴趣。加近战伤害，加暴力，然后减一最大生命值。飞机爆炸事故有看到，那个真的很危险。我觉得我们拿一个孔雀吧，就赌下一波。哦，为什么感觉我有点在立 flag 啊？就赌下一波没有 boss， 其实我觉得又会有了。OK， 没有，好，没事。每天不在赌，在赌的路上。因为拿了孔雀，再遇到 boss 的话，我觉得我很快就会下去了。14D 打一下，这不是我该承受的伤害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异形之石我们拿嘛，因为进取范围增加，然后这边我们再增加一点伤害，回避可以，然后这里我们去刷多一次星。再拿多点回避吗？我反而对范围有兴趣。一警戒指我们拿嘛，因为第七戒之后可以增加我们的伤害。然后这边我们先合成一把上去，我看一下69，所以我们还要拿多一把爪子术。有缺陷增强剂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，因为可以增加我们的最大生命值。然后这边我们再拿我们的利爪爪。这里应该没有东西拿了，我们就直接走吧，就不刷新。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是不刷新，这场我们就不刷新，打死都不刷新。呀，那怪是不是有点多啊？我爆炸爆不出来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危。但是很期待说，我爆炸可以一直爆。他不一直爆的话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就只能接受命运的制裁。我好想砍那棵树，我有，谢谢你。
没问题。独轮车我就不拿了，手臂我觉得也不太需要。我、哦、可是好香哦，加六铠甲拿吧。原本是不想拿的，可是你知道那个六铠甲看起来就挺香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也不能怪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拿多一个，这边我们再拿多一个地爪爪。好、哦，这边应该没有我们要的，走吧。我钱越存越多哎，能不能给我一只小猪铺满？利爪爪。我为什么要去吃？不要紧。其实我不太喜欢打触手，我觉得触手有点在限制我的走位。是，吸血又变零趴了。银色子弹我们先拿吧。其实小型机器人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个。这边再拿一个利爪。哇，行，这边我们先拿一个象宝宝。有缺陷的增强剂，我们再拿一把。又要赌了吗？赌一波。所以我们拿到猴子，就你捡取材料时有时一定会回复生命值，然后拿到多于你没有用的东西。这边我们先拿个咖啡，这边我们可以拿一个蝙蝠增加一点我们的那一个生命截取，这边我们再拿多一个眼镜增加我们的范围，这边我们再拿多一个异形戒指增加我们的伤害，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再拿多一个眼罩增加我们的暴率，我们再拿多一个背包，再拿一个有缺陷的增强剂，再买一个有缺陷的增强剂，我们锁。假这样子，我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耶，是不是平常我们刷新就浪费了很多钱啊？你看不刷新，一身轻耶。平常刷新感觉就超浪费钱，所以你们知道危险兔子的重要性了吗？花那100块可以让你不用刷新一次，其实还蛮棒的。然后这些小屁孩真的是。我、哦、没有先打死他们，真的是我的失误，好烦。一星眼球我们可以拿，背包肯定拿嘛，对不对？这边我们再拿一点幸运，有缺陷的增强剂我们拿，我就玻璃大炮比较好的，翅膀我们再拿多一个，狂怒再拿多一个嘛，其实我不太想要，不买。存钱，又是你，又是你哥！我已经遇到你几次了，哥！拉了，拉了，拉了，拉了就跑吧，拉了就跑吧，好吧，跑完就是你的了。其实这只你打它，就是靠边站就可以打死了。我是讲的有点简单啊，我等一下会不会被收到一大堆问号啊？想打它靠边站就可以。真的靠边站就好了。别别别别每天问他我，真的、啊，你看我开车靠边站，我就打死他了。教学没错。我在玩弹幕游戏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可以拿，因为它有加运气。
边我们再加一点运气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磨刀石，我觉得生命截取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重要。这边我们可以拿一个裂口，加多点的血量。那我们再加更多暴力嘛，我们暴力差不多满了，虽然稍微减一点范围。OK， 这里我们就先锁，先买一把，然后蝴蝶也可以拿，再买多一把。OK， 这边又可以锁，近战记忆我们拿。哇塞 ，OK， 全锁。找安娜叶的。你知道我优先记的水没有好啊？啊，打那一只东西就是靠在他旁边走就好了。你就是跟着他往哪一个方向走，你就靠着他，好不好？靠着他往旁边跟着他方向走，基本上就很容易打赢他了。他那个东西很难射到你，这是真的。你看我开头示范给你们看。我每天都觉得我在胡笑，我明明有示范给你们看，我就有示范，亲身示范欸。然后这一波基本上先打掉那一个强化怪，就轻轻松松过了。个逼啊！这边我们再拿一点幸运呗。OK， 这边我们先拿到一把武器嘛，斗篷我们拿嘛。哦，战利品需要有点实弹，我们可以拿战利品，就是你用暴击杀死人的时候有30%几率会掉多一把素材。其实我今天买这把武器就好，为什么我还要合上去 ？Why？ 我们拿到一个反击。OK， 不买，走吧。欸，老朋友，然后这个老朋友呢，你就看他那个东西出现在哪里，闪掉他就好了。欸，闪，你看，闪，欸，闪，欸，闪，他就死了。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，好不好？能闪就掉了。有点多。OK， 我不想拿魔术礼帽了，我怕了。我觉得赌博筹码也不太需要，这个也不太需要。飞行兔子可以拿，虽然说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刷新，不刷新，不刷新。好了，我们其实可以拿软弹战士，减他们速度，减我的速度。好，说吧。不刷新，我们这场就是挑战不刷新，打死我都不刷新，没出现就没出现，我们就不刷，不拿。这样贱人打我很痛，救命！我子弹也太多了吧！啊，一颗子弹是五下，有点痛。哎，没问题。我就差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差什么？我现在就差没有一个，有没有一个小猪铺满？不然的话，我现在是钱多到炸裂，有没有？就好不想拿哦，随便拿吧。我看一下，我们暴力还没满，再拿着一个。
坏心损失可以拿，毒品我们可以拿嘛，加暴力加攻击速度加范围，这个我们拿这一个，我们可以拿个蛋糕，我们可以拿个独眼虫，我们可以拿一个祝福闭环，有一个死亡保护一次。镣铐其实我们可以拿，诱饵其实可以拿。OK， 暴力100%，走吧。主打就是不刷新。我在想，我可以站住打、欸。打完可以捡素材就好了。让开，捡素材而已，捡素材而已。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拿着加薪女队，不要啦！每次最后一波孔雀是什么鬼东西？不刷新，不刷新，拿注射器。这边我们可以拿个眼镜，这边我们可以拿个金属板扳，这边我们可以拿个泰勒水熊虫。哇塞，又斗篷，不行啦，斗篷不行，斗篷不行，都满了。拿个蘑菇，再拿个眼镜，我在挑选我们要拿的东西，磨石刀，再拿磨刀石，再拿一个反击，拿一个炮塔，拿个象宝宝，再拿一个护甲，随机拿了两个道具，好像每次都给我燃烧炮塔、欸，是我错觉吗？这边我们可以拿专业 ，OK， 可以了，走吧，没钱了，购物完毕。哦，哪有人这样四面八方的啦？再见，哎哎哎 ，A B C D，OK，、okay， 再见，GG 呀，你看，轻轻松松，有没有？